日月更迭，光影流转，时空的坐标轴镌刻每一步足迹，记忆的快乐声定格每一帧瞬间。回首2023年，隆昌人一路携手赤峰沐雨，共克时艰。2023，他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，严格把控着企业的经济财脉，以精准的数据分析助力企业决策。2023，他们用敏锐的洞察力和超脱的创新思维，不断探索市场趋势，满足客户需求，为客户创造新的价值。2023，他们以全球视野和卓越的业务能力，继续打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，为企业赢得的宝贵的国际市场份额和声誉。2023，他们始终坚持科研驱动，不断推动产品升级和产业变革，使公司的技术实力不断增强，使产品更具竞争力。2023，他们致力于构建一个高效且和谐的团队环境，为企业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。2023，他们以精益求精的态度，确保每一项生产任务按时完成，以高效的生产流程和卓越的产品质量，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。2023，他们是市场拓展的奋进者，是客户开发的排头兵，是服务支持的后备军。他们用骄人业绩谱写新华章。2023，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服务的真谛，通过公行实践为客户一对一制定解决方案，帮助客户攻坚克难，降本增效。2023，他们始终坚守质量标准，确保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，为产品树立了良好的口碑，为企业赢得了客户的信赖。2023，他们致力于不断改进和完善管理流程，通过设定合理科学的目标和计划，让企业规范管理稳步迈进。2023，他们戮力同心，顽强拼搏，发展呈现稳中有进、进中向好的态势，为一年的辛勤赢得令人满意成效。2023，他们研市场、熟政策，更新自身战斗装备。他们练说辞、带客户，提升客户认可率。他们用业绩证明自己的实力。2023，他们坚守岗位，锐意进取，不断努力推动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，以实际行动彰显丰硕成果。2023，他们以稳健的步伐寻求稳步发展，不断努力进取，在行业赛道中勇毅前行，攀登新高峰。2023，他们肩负着协调、管理、服务等多项重要职责，以确保公司各项决策的及时传达和有效执行，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后备力。2023年，隆昌人用行动诠释责任，用真心服务客户，用勤勉装点人生，用实力彰显魄力，鹏程万里风正劲，众人千军再奋蹄。海压竹枝低覆举，风吹山脚会欢迎，回望白石路，晚星皆澎湃。新的一年里，让我们更用心的去热爱，更努力的去生活，更尽情的去创造，共赴下一场璀璨烟火。